不管是枪青瓷还是墨京城，都是认真的。医生，他没有骗你们，工作真的挺忙的。那我得多吃两口了，不然下一次吃都不知道啥时候了。下回啊，那我想想，要不两个星期之后看看。真的？真的？如果我不加班的话啊。那就说定了。我等你。快尝尝。外面雨是不是越下越大了？哦，还真是啊，这么大的雨啊，那你回不去了吧？那咱们想想夜宵吃什么吧。不行，我明天早班，今天晚上必须回去。啊，早班啊。不过倒是可以晚点回去。你还想吃什么？我可以点了。点你个头啦！外面下那么大雨，怎么出去买菜啊？哎呀，会不会太麻烦人家了？不麻烦吧。要不晚点我炒个扬州炒饭，多炒一点。好呀好呀好呀。那我可以带一份吗？可以啊，只要食材够，我就可以炒多人份的。我最喜欢吃就扬州炒饭了，我现在就去焖米饭去。哎，我帮你。你们不知道在哪？我家菜都凉了。对呀。你先吃。谢谢你啊。谢什么？对他们有求必应。他们不都是你的朋友吗？举手之劳。而且看见他们吃的这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。那我们今天就一起玩个真心话大冒险，然后咱们用抽牌来决定顺序，就是抽到最大的那个人就是输了，输了我们就可以向他问问题，怎么样？好，好，来，那我们先从隔壁师兄开始。好，哎，上升。哎，稍等啊。作为这个工作室的负责人，我说一句啊，今天外面下大雨了，所以我们没有条件大冒险，咱们必须都是真心话啊，真心话，真心话。我说，那我说三二一，我们一起亮牌。嗯嗯，三二一，好。嗯，你们俩谁追的谁？我追他。再来再来啊！第二局。三二一。哎，笑声最大，我来问，你们俩谁更喜欢谁？哎，怎么还有帮着答的？嗯。我刚刚没有说话呀。那行行行，算你们过，再来。三二一。啊，我呀。第一次是在哪里见的？超市。超市。来，再来。三二一，声声最大。不是，为什么抽十次八次都是我们啊？你们是不是作弊啊？愿赌服输啊，声声们。就是啊，我来洗。这回肯定不是我。来。是不是第一次见面就喜欢我们声声？是。哦，果然查声声了。亲没亲过？当然没有。准备什么时候亲他？有没有计划偷偷想的也算。快说快说快说。要不给个面子，这回还是大冒险吧。那不行。哎，行行行行啊，同意了，人家师兄下次还得再来呢。我得问出来。扬州炒饭，扬州炒饭。啊。同意同意同意啊。那你会唱歌吗？既然到这儿来，要不唱首歌算了。我唱的一般。
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对啊，我们都很随便的。再说你又不是做这个的。对对对，随便来一首，我给你伴奏啊。我也来，没关系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吧。嗯，好，行行。不过我弹的不是很好啊，大家凑合听吧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那年我俩未相逢，抬眼双河万里的星空，不知此生路长谁与共，玲珑心事宛若梦。那年相逢，这首歌灵犀牵引两心的触碰，我跟他说过，轻笑两眼相逢命途中，美人如遇见如虹，蓦然回首灯火阑山里，南来飞燕北归鸿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临走还让你劳动。他们让我想起过去的配音组，也是这样。方雅颂家里条件不好，我们刚去医院工作的时候，他连食堂都舍不得吃。后来我就经常多做一点，让他带饭。嗯，那他可真幸福。下挺大，嗯，只有两把伞，要不你先撑我的吧，就是有点可爱，你不嫌弃的？没关系，那我先走前面。你俩到底到哪步了？撑伞都不好意思啊。就刚开始。刚开始啊，你可算承认了。哪有不承认？有啊，他对你明晃晃的，你对人家躲躲闪闪的，可以理解。当着我们面不好意思吧？快走吧，不是要赶末班车吗？走吧，小心地滑。嗯，我在旁边等你。嗯，谢谢你送我回学校，还给我们做吃的。是不是有点太客气了？啊？我们的关系总是要说谢谢。为什么不告诉他们我是谁？你不是从来不在外人面前露面吗？我还以为你不喜欢。他们是你朋友，不一样。嗯，可是。可是什么？我们万一最后没有在一起，还让你被别人知道了是谁，多不好。你笑什么呀？我今天做什么了？
惹得你这么不高兴啊？没有啊。那为什么我人还没有走，你已经联想到分手了？我随便说的。我比较理智。那我再认真说一遍，我是认真的。不管是强青瓷还是墨倾城，都是认真的。不知道说什么，想了半天，还是不知道说什么。我就是觉得好像在做梦，还没有习惯，没经验。我刚才那么说，只是假设了一个万一，因为你粉丝多，站在你的角度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我也是认真的。看得出。嗯。末班车快到了，你快下去吧，我们这边下雨不太好打车。那你记得给我发消息。嗯。如果我没有来得及回，那就是在手术室或者门诊查房之类的，我看到就会回。嗯。不用了，我们两个打一把伞就好。一会儿下了地铁有便利店，我到时候再买一把就好了。雨下的这么大，你们两个人打一把容易淋湿了。朋友等你很久了，快去吧。看着你走了，我就走。好。输了，嗯，我说啊，枪青瓷输了，一看就看得出你更喜欢隔壁师兄，可能吧。走了走了，快走。嗯。走。怎么样，我们学校周围漂亮吧？带你逛到现在，不评价一句。漂亮。还不走吗？看这雨下的挺大的，现在让你下去，我怕，怕你淋到雨。那再坐会儿吧。好啊，反正我也没事儿。你是做什么的？我看你还挺闲，在我们学校都待一天了。哦，我自己开公司，然后时间比较自由。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，
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直白夸自己能干的。嗯，其实也还好，也不算能干，我公司规模也不大，年收入够花。你也是第一次见这么不谦虚的。你是想走了吗？没有。哦，我看你一直在敲方向盘，通常我不耐烦的时候也喜欢这样。没有没有，我就是想，你平时是不是都挺忙的？有的时候我想给你发消息，但是我有点不太好意思，怕打扰到你。我不忙的，不忙，你随时联系我。真的？嗯。啊，那行，我平时也都有时间，除了录音棚有的时候会回消息慢一点，其他时间都还好。好，那随时联系。随时联系。那个，深深回来了，那再见。深深，深深，你怎么不带伞啊？忘了吧。走，雨好大呀。谢谢医生，谢谢医生，不客气。哎，你干什么呢？想看看医生长什么样。不好意思啊，没事，朋友不懂事。小朋友，告诉你个秘密，医生啊都长一个样，只有眼睛不一样。以后你再来医院，看到长我这样的戴着口罩只露出眼睛的，还有胸上有这个牌牌的，就是能给你看病的，记住了吗？医生，医生，先帮我孩子看看吧，他突然昏迷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快进，快进！什么情况这是？啊！我还在这后面排着呢，问我都不问医生，别人先进了，什么情况？事发突然，你没看到别人孩子都昏迷了？哼，别人的时间是时间，我的就不是了。啊！大家按规矩排队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孩子真的昏迷了，先给他看一下吧。哎，你让开！家属，家属，进，进。哎，什么事？就不能让人家先救命吗？你哪个科室的？这闲事你管得着吗你？昏迷可能有生命危险，救命要紧。好了好了，你让孩子怪可怜的，咱们也不是大毛病，就让人家先看嘛。哎呀妈，你别。就是啊，我们不都排着呢吗？人家是真着急才进去的。好了好了，这儿科本来就是病人多，大家都相互理解理解。刘医生白天看了100多个门诊，晚上又看急诊，这不刚刚不是急症吗？大家都散了吧，散了吧。什么人？连队都不会。散了吧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莫医生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来会诊一个病人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嗯，好。怎么啦，你俩？请坐。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呀？过时不候哦。我和他，谁说大名？人家不是无名小辈，说。
我和他在一起了。干了，嗯，行啊。哎，刚才在聊你呢，怎么听说你今天在儿科见义勇为了？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儿科嘛，孩子都是宝贝，就这么一个两个的，容易着急上火。我听说他们科室今年可没招满人啊，以后人就更少了。等到以后没有儿科医生了，大家就知道珍贵了。哎，都不容易啊。哎，你不还没吃晚饭呢吗？趁现在没事，你赶紧把晚饭先吃了呗。好主意。不用，我给你带饭了，刚刚都给你转热，吃吧。那你先吃饭，我去忙去了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走了。嗯。哎呀，这有生之年能吃到莫医生给我做的饭，没有白挨饿。哎，正好，你帮我看看这个病历，我吃你看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可能有点感冒吧。感冒怎么能叫没事呢？你等等，我给你找个感冒药。作为医生，身体多重要，你不知道吗？等着，给你冲一包。谢了。没事儿。你干嘛？聊聊。你聊，我听。聊聊呗，你看你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要不然咱都快成陌生邻居了，是不是？你聊，我听。嗯，行吧。哎，你说你跟这生生慢一共才见了几次面，你就开始追人家了，是不是太冲动了？嗯嗯，我觉得感情这种事儿啊，得慢慢来，互相了解，知道吧？嗯，你得了解他三观是不是啊？嗯，什么爱情观什么样啊，价值观什么样啊，人生观什么样，都得了解清楚了。而且你还要了解他对父母什么态度，对小朋友什么态度，对小动物什么态度，不能太冲动了，知道吗？你不仅要知道他喜欢什么，还要了解他不喜欢什么。你要看看他是不是不喜欢那种。那种太壮的，是不是不喜欢？嗯，单眼皮小眼睛的，是不是不喜欢那种年纪太大的呀？你是不是你是不是看上谁了？啊？我看上谁？我没看上谁呀、啊？我这不说你吗？哼啊！你要是没谱呢，我建议你改天啊。别别别，咱就今天聊聊着，再聊聊。别睡了，才几点？聊，啊，三观。不聊了，睡觉，不聊了，不聊了。
起床啦，起床啦！我男朋友请大家吃零食了，这是你的。哦，这么多。来，生生，这是你的。嗯，谢谢。就因为你和你男人，让我觉得爱情还是值得相信的。春心萌动啦，那你还不赶紧找一个谈谈？爱情是会让人愉快的。应该下班了吧？怎么一直没有发信息？不舒服也不盖被子，你下回回你房间睡，我就能盖上被子。哎呀，睡到这儿了，谢谢。我有点发烧了，送你上医院去吧。没事，我躺一会儿。今天没班，我请了病假。要再难受的话，等明天上班再说吧。嗯，行吧，你把水喝了，有药吗？有。那我看会儿剧本，你有事叫我啊。嗯。你得干好了。自从搞定了倾国倾城的头牌之后，就开始放空大脑了。整日里啊，满脑子只有那个影子啦。谈恋爱切记一头扎进去，会失去自我，危险呐！顾生同学，我只是担心他加班太晚，还在睡觉，不知道现在发消息过去好不好。哦，我不看了，行不行？哎，那不行，万一到时候男朋友飞了，就是，那多可惜呀。人家对你还挺好的，就是。那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嗯，我当然是希望我家深深好啦。当然啦。去哪儿啊？去找江老师。十有八九。去图书馆。你忘了，我们答应要帮老师整理书的。对啊，就是你等等我。周正，周正，哦，这两本也是那边的，谢谢。哦，对了，诗诗，你的论文写的怎么样了？嗯，差不多了，想再调一下，不过还没想好要怎么调。不是吧？我们学霸还有被难住的时候啊？嗯。小静，过来帮我看看这本书应该放哪儿。哦，对，我忘了告诉你，哪个？嗨。嗯。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。老师交代的任务当然要来啊。嗯，毕业论文卡住了。嗯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们俩一起探讨一下。好啊。要不今天吧。嗯。我今天你还好吗？都有时间。那我想好了，给你发信息。好，我等你消息。好，拜拜。挺好的，怎么了？我看你一直没发微博，还以为你是看到帖子受影响了。啊？树大招风。挺住，生生们。啊？
从专业人的角度看，生生慢的作曲太普通了。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说他有灵气，苍青瓷居然还推荐他，谁大腿抱的？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啊，没有、哦、可能饿了吧。那一会儿一起去吃。对了，刚刚我看到班长找你，有什么事儿啊？哦，就是论文的事儿。就论文的事儿，吃饭，吃饱能解万事忧。我今天要吃肉末粉丝包。哎，对，不对啊，你这表情不对啊，谁让你不高兴了？你跟我说，我给你做主。就是看了几个不好的帖子，心情有那么一。点点没影响，哦，肯定是网上那些人说你的帖子，对吧？哎，先帮我弄一下，我去接个电话，一会儿啊，我，喂，我刚刚睡了一会儿，还没有太清醒，我再睡两个小时，一会儿给你打电话好不好？生病了？咽喉炎，有点发烧。发烧了？量体温了吗？量了。那要不你再睡一会儿，多休息休息。醒来给你电话。拜拜。珊珊，别为了网上事不开心了。啊，没有。那个，我有事先走了，书我整理的差不多了，你弄好就回去吧。我说，应该还在睡觉吧。小姑娘，怎么啦？忘带门禁卡啦？我男朋友在睡觉，我怕打电话吵醒他。进来吧。谢谢，阿姨，我帮您拿吧。哎，谢谢啊。谢谢。你去哪里？哦，我也去食疗。真巧啊。你是哪个小伙的女朋友啊？哎，你是那个小医生，不爱说话的小莫。医生好。哎，到了。给我吧，我家就住那儿。没事，我帮您送过去吧。谢谢啊。哎，给我。阿姨，那您慢点儿。哎，快去找小莫吧。谢谢啊。拜拜。
还难受吗？要不要去趟医院？你先躺下休息吧，我一会儿帮你接一点热水。冷不冷啊？穿裙子。嗯，早上出门的时候挺暖和的，所以不冷。要不给你拿条运动裤换上？家里地暖有问题，屋里不太热。你先躺下来好好休息吧，我就是来看你的，不用管我。这个要吃了吗？怎么还是这么热？你的手怎么这么凉？上次就想跟你说了，冬天一定要少穿裙子，对身体好，一定要注意保暖。你毛巾是什么颜色？我打湿给你擦一下吧。白色的。在一个屋里待着容易传染，要不你出去坐一会儿。没事儿，我陪着你。挺好。我是来看你的。听医生的话。这个毛巾，一会儿我自己会擦的。
嗯。